发展基金会苗栗县区田市长，下一步的结合被苗栗县政府的期盼杨村发通，用义务费下村点的方式来关心沿岸一三年黑的老人家，同时由台府的后生农民，彼得关心他种下蔬菜应用是老人家，每乡间的工业发通。此外，天气天热，建筑发展多户卡夫妇的民众，就做点免费去自己的草莓园摘一斤的草莓，希望在寒假的民众穷下的关心弱势。有没有十八人去很合照，还有当中年节气氛的生态史？不发生基金会苗栗县区自家一个人带的老人家心情同轻松，遇到关心来到老人家过年期间失业问题，苗栗县政府今年每拿十万块公积金费来做年初的经费。特别关心一个年代的老人家的发痛，还有一千太符合强人农民没得跳支持，推出只要天气天热根本发生的豆腐父母，在托草莓过夜时节，不是前去几天的草莓园摘一斤的草莓，希望就按来回馈社会。那我们青农返乡这段日子以来呢，经由这些长辈们给我们关心与指导，那现在我们有一点成就了，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力量，用我们的农产品，让大家一起来享用。发生基金会讲，苗栗区今日安山送出964份的年菜，几度还要降为土门房，希望土木师来爱心送本人类自家一个年代的老人家，不今年是过一好年。记者杨建乐，苗栗报道。